少啰嗦，要什么直说。 修成完毕，取走吧。兵器皆有灵，需尊之敬之。 合适。 少啰嗦，要什么直说。 气蒙尘。
让戾气蒙尘。是，少啰嗦，要什么直说。快去快去，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也不知奎宇大人如何了。快去，哎呀，要是能弄几个魔龙蛋来。
怎么这么开心啊？Thank you.
大人居然受伤重点，来者止步。兄弟，来者止步。你们想去赵胆泉？是的，我们并不怀疑你是真心想要保护小秋，但还需要决定性的证据。另外，我们更需要知晓敖虚到底在预谋什么。既如此，我就等你们探查清楚。方才那首歌，那首歌是子秋母亲经常唱给他听的歌。什么？看来即便没有了记忆，子秋也还记得明艳的存在，而你也很得子秋信任。因为我绝对不会让小秋受到任何伤害。拳动荡，似有神界在背后操纵。那修吾似乎同幕后黑手颇有渊源。魔尊，神界绝地天通已久，现将九拳动荡归罪于神界，仍属臆测。还请魔尊静待真相查明。恳请魔尊给予一些时间。天魔女，但是本座的耐心是有限。多谢魔尊。奎宇大人，子秋不好了。魔尊大人，这里是赵胆泉，那尊雕像
就是依拳手谢志大神形象所塑。只有神族才能查阅赵丹审判记录，你们在这里等我。氛围与方才所见不甚相同，看来便是内空间了。要确认奎宇所言，需找到奎宇案件的记录。间的通道，赵胆喜怒，应按伏羲大神所制的先天八卦排列。眼下杂乱无序，看来还要费些功夫将其归位。不过，该如何确认八卦方位？此处有神族讯息，依此描述。需将两座喜楼归于正确的位置，才可调阅一段审判卷宗，而所对应八卦方位的提示就在这喜楼之上。奎宇之罪。天女奎宇，如扰乱审判，是有何不满？奎宇并无不敬之意，只是还请诸位长老与庭上再多考量。汝为部下求情，可他们私通触犯天规，更以有孕可作铁证。东居与明也有孩子了，庭上还请开恩。赵胆裁断已决，不可更改。诸位长老，今三族大战，神族折损甚巨，连续将如此多神将治罪，对神族战力影响甚大。他们也曾为神界立下战功，可否？胡言荒唐！神族长生久世，但神族若犯且生子，己走灵里，不如蝼蚁般。如可知晓，
放纵情欲，减损神族之荒淫行径，藐视天规，危害神界。若身为新神族首座，竟不顾神族兴亡大局，为那些自私的罪犯开脱。正因如此，在座诸位长老方明定此条戒律，否则长此以往，神族将步入衰败之途。老徐长老，即便他们罪有应得，但神子们无辜，缘何一并打入天域？神子们身为神族后裔，待其成长，亦可为神界助力，还望开恩释放。荒谬！非天地塑造者，绝无资格称神族。啊！如身为新神之首座，理应约束部署。若如善尽职责，便无今日之事。天域苦寒无比，还请允许奎玉探视他们。无礼！我今日擅闯赵丹，已然逾矩，纵容部下亦难辞其咎，质疑赵丹审判更是不敬。还请赵丹判奎玉渎职于藐视神界律法之罪。谢志，按律奎玉应如何惩处？按律应免去神将之职，禁足千年。奎宇，汝诸多过失，今起贬为狱卒，至天狱守门千年。是。玄女明鉴，奎宇对神界早已心怀不满，应贬为凡人，逐出神界。缘何派往天域？奎宇罪不至此，可徐徐教化之。况且天域隶属汝管辖，本座就将奎宇交汝看管。是。天地依旧闭关，不问世事吗？是。神界庶务由本座和众位长老共持，尚可维系。只是神族成员如此有减无增，或同汝所言，将有衰败之虑。下官身为刑狱长老，必定严刑峻法，以儆效尤。天帝似乎早有预见，闭关前曾在春姿尝试新的塑神之法。哦，可已有造化出新神？未知。春姿乃神界禁地，为九泉结界所隔绝，天地严令非全守不得擅入，本座亦无处得知。新的塑神之法，敖虚，奎宇劫走八名神子叛逃魔界，此案姿势体大，天域唯汝管辖，却看管不严。本座与众长老决议，罢去汝神界长老一职，不得再参与神界事务决策。汝全能仅限刑罚，且天域狱官代乎职守，亦命汝承接其位。本官领受。然奎宇不仅叛逃，更唆使众多新神族追随其叛入魔界，令神界威信荡然无存。恳请诸位长老立即下令出兵征讨。敖虚，天地绝地天通之后，严令神族不可擅自离开神界，更不可轻易再开启战端，如欲违背天地旨意。此言差矣，吾等为尊贵神族，遭此奇耻大辱，岂可容忍？不
不剿灭奎玉等叛逆，神族如何立足于六界之上？敖虚本作理解，但若神界出兵魔界追剿，无异于挑起大战。三皇所立之停战协定，本座不可违背，神界不可违背。本座只能应允，若叛神离开魔界，本座即刻发令缉拿。若叛逆始终不出魔界，岂非任其逍遥法外？劫狱案卷只字未提凶手，奎宇所言或许不假。暗报八名，实为七名，劫回紫秋，但隐瞒私藏。春姿拳手，冰拳女，原神树之护养天女，醉神吸引，按天规应夺之形体，领其精神继续护养神树，现已将其送至神树行刑。西瑶殊为可惜，竟为私情而窃神树果实，犯神界大忌。因春姿拳与神树息息相关，西瑶方被长老们选派兼任春姿拳拳手。汝自请戴罪立功，为神族看护命脉。西瑶也已将春姿药环交于汝，汝需恪尽职守，不得有丝毫懈怠或存私心妄念。敖须定当竭尽所能，不负重托。春姿拳为神界命脉，汝任拳手期间不得离开神界。遵命。这就是神尊拳手之职的由来，但奎宇与春姿拳手的相关记录均无凶手线索，必须查清这件事。凶手之罪。啊，不好！修大哥已经进去好一会儿了吧？怎么还没动静？再等等吧。哎，阿尤去哪里了？你在记录有关赵胆的见闻？神农九泉之中，赵胆和春姿为神族所占，我们村子的历任拳手都无法探知这里的情况。好不容易能来一趟，这儿的一切我都要详细写下来，带回去收藏。就是不知道哪里是泉眼。之前说三族大战是为了争夺九泉，那赵胆和春姿是神族的战利品吗？不完全是。据传说，大战之前神族就已经独占了春姿。春姿净化下界浊气并滋养神树，神树再产生清气滋养神族。赵胆泉原本是神族裁决三族争端的地方，那时三族还把神族当老大，但三族大战绝地天通后，神族就只用赵胆来内部审判了。正因为神族是胜利的一方，自古以来神族都以上位者的姿态看待其他族，人族曾盲目敬畏神族。月姐姐，修大哥怎么还没出来啊？修吾到底都查了些什么？这都大半天了，再等等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镜子好强的灵力。我知道了，这面镜子才是赵胆泉。
那石像动了。师弟，抱歉，是我于强行查阅凶兽记录，没想到触发了不明禁制。没关系，先应付眼前。小心，他们是赵胆拳双位数，剑圣和剑圣。每个拳不都只有一个位数吗？这里怎么有两个？剑圣是原位数，剑圣是赵胆偏心。总之寻到机会，我们就离开这里。似乎在吸收我们的攻击，先观察看看。为伍，这面镜子会牵引身法，快打碎它。擅闯赵胆，谢之大神，还请停手，退去。敖虚，彼等为汝之部属，管教不严，还请谢之大神见谅。既是汝之部属，查阅卷宗理所当然，刑罚乃汝执掌，彼等由汝处理。汝缘何禁止赵胆？又缘何引起骚动？参见神尊。汝是那人界女子？是，我等为协助修无神将维护人界的修仙者，因神子被劫，无法与神尊联系，不得不随机应变。确实如此。回答本尊方才疑问，汝缘何至赵丹？还请神尊恕罪，我等未能阻止天魔劫走神子，无颜面对神尊与世人，为弥补过失而来。哦，之前我等遭遇天魔众，虽竭尽全力，奈何其太过强大，让其带走神子逃脱。
为弥补过错，我等特意寻得独杖拳手相助。小的是独杖拳手，见过神尊。在他的帮助下来到这里，因听修武神将所言，赵胆存有魁宇罪行之记录，因此我等想来此查询研究其弱点，再潜入魔界将其擒住，夺回神子，以不负神尊之期望。没想到造成神尊困扰，是我们的不是。魔界已有所警觉和防范，再行潜入已更加困难，本尊也不忍汝等白白送命，汝等先回人界，静待时机。静待时机。汝受伤了？属下技艺不精，不敌赵胆位数。汝身负重任，需小心谨慎。谨遵教诲。去吧。敖虚此举不知是何意，他难道怀疑我们在调查他吗？师弟，你调查到魁宇劫狱释放凶兽的事情了吗？师弟。啊，无碍，只是有些头晕。可能是刚才在赵胆消耗了大量灵力，等我们到天魔国休整一番再做打算吧。修兄弟，你去查了这么久的卷宗，就算没发现凶兽的线索，也总有别的收获吧？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？魁宇所劫之神子，实为七名，敖虚却上榜八名。子秋就是那个没被带走的神子，这部分与魁宇所言确实相符。师弟。终于回来了，子秋他，你过来。
作了。阿瑶，女花粉。不行，他太强了，根本进不了身。我们先拖住他。阿瑶，你找机会用花粉。究竟发生何事？魔尊，你胆敢闯入岩波？在下无意扰乱岩波，
是奉天魔女之令来接这些人。凶魄咒，您知道这个咒术能解开吗？汝竟相助神族，他背后或许有本座想要的真相。这是师弟被敖虚下了凶魄咒，是魔尊将我们送过来的，求您务必救他性命。奎宇大人，无妨，有些脱力而已，他已无碍，你去看看子秋吧。战魁不惜违背魔族禁令也要闯入岩波，就是为了小秋。小秋，你一定不能有事。小秋，姐姐，你回来了。怎么会突然这么虚弱？小秋，小秋，奎宇前辈，小秋这是怎么了？子秋体质疏异，对煞气似乎极为敏感，即使再能隔绝大部分煞气的天魔宫，竟然也会被影响致死。这几日子秋总觉得肺腑不适，属下以为是因为和星逸玩闹过久所致，所以没有告诉你，没想到我们在赵胆遇到敖虚时，他让我们回人界静待时机，似乎笃定了小秋会回到人界。若是这样，
那定是敖虚将子秋的身体改造为神域之媒时动了什么手脚。若是回到人界，子秋又会被敖虚平抑，我们势必前功尽弃。若是让小秋待在毒瘴之中呢？对啊，魏叔大人也能设法隐藏他的气息。嗯，可行。待在毒瘴内，既可避免敖虚作祟，又可调养身体。奎宇前辈，不知是否可以将凶魄咒的解除方法交给晚辈？哦，人界饱受凶兽肆虐，但华流赤如他们都是被此咒术控制才变成那样。晚辈希望习得解咒的方法，既可解救百姓，也可解救凶兽。前辈，您这是将解咒力量分给了我。天魔无法在人界久留，你能化解凶兽之劫是好事。与之前相比，你身上的灵力越加丰沛。是吗？应该是多亏了真正的明术门秘法，玉灵强则我强，我强又会让玉灵更强。事不宜迟，速带子秋返回人界。魏叔大人，这个孩子因一些缘由必须留在灵术，还劳烦您照顾几日。我不在时还请您稍微打开结界，允许我小姑姑来照顾子秋。还有，修兄弟元气大伤，希望能在毒瘴内补充灵力。予以了解。予以布下结界，可隐匿着孩童气息，不过未测万全，仍需全手再巡查确认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。